小新，买的啥？牛肉。买的是菜是吧？还买了西瓜馅，还有吃的，然后和菜。老妈，你这个萝卜干是要晒干、做干的吗？嗯。不做酸萝卜吧？干萝卜就不料了。干萝卜吃起来有嚼劲哈。嗯。酸萝卜，俺这有那酸萝卜，它叫炒的。老妈，你这个一斤湿萝卜能晒多少干萝卜出来？西瓜有三十斤，它就晒得一斤，开个萝卜一斤掉了噻。这个萝卜汤多干。这个干萝卜好吃好吃，就是很难晒。嗯。晒的是晒好的是吧？嗯。不过四爷咋好不得一斤？四宝宝有一斤啊。嗯。这里起码有老妈花了。二三十斤萝卜，有那么多萝卜干，才那么一点点，晒干就没多少了。可惜没电了，不然的话搞个火。Hello， 朋友们大家好。哎，我们家的红薯淀粉已经晒了五天了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特别特别干。现在我们把它收起来，明天给大家发货。朋友们看一下，我们家的红薯淀粉也是很白净的，全部已经成了散状了。啊，这个是刚刚装好的。看一下这一桶有多重啊，60、70，你们在干嘛？耗子上来快点，下去干嘛？下去干嘛？这个鱼有点辣哦，你先试一下。你要喝鱼汤是吧？对，你喝一口嘛。我给你倒一点来啊，倒妹妹那一点啊，这个鱼的啊。好吃吧？这是那么一个大叔的，他说那个米也带一点糯性。你给他搞几个汤就吃不完了，他就不想吃了。没有了。他们喜欢就是他哪个少，他就喜欢吃哪个。啊！比赛啊！看谁开的快，开到爸爸那边，快点。妹妹快来哟、啊！哇，妹妹好厉害哟、啊！快点。快点！呀呀呀呀！加油！
哎呦，妹妹开车好溜哈，加油！阿哲，大车大车，快点！慢点！撞车了，你看。你又撞到妹妹了。小心一点啦，你撞车了，你跟妹妹车撞车了，快点。那算了吧，不玩了，等一下他太忙了。哦，小杰，我们去打包红薯淀粉了，等一下今天出货。走，我们去打包了。等一下再来玩。走，开到打包房去。哎，你是在跳，不是在开。这因为是上坡嘛，它要抬起来。像一只兔子一样的。这是我婆婆晒的红薯淀粉，小白，你这个晒了几天？好干了。晒了五天了嘞。好白净的。嗯。现在咋称？好，刚好两斤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一次的话，一花和老包装了，因为小白买的这个榴莲蛋出了问题，就是快递运输装破洞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小白？这个包装不是很结实嘛，那快递太暴力了，所以就把这个纸这个牛皮袋给压破了。这个红薯店呢，我们换了两个包装袋，然后再搞一个这个防震垫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对，那快递再暴力也不会把这个淀粉搞破了。小心这样包一下的话还是没那么美观哈。嗯，但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红薯淀粉的不会溢出来啊。嗯，是这样子包的，我们去年也是这样子包的，好像没有露出来的现姐姐，你四斤的还要打十包啊，十多包应该有。待会还要去收香芋，收大米，大米还要去碾米才行。大家都等了好几天了。今天没电啊。确实没电哦，等他来电了才能碾米。香芋可以收回来。这些全部打好了是吧？嗯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红薯淀粉出了差不多200斤啊。这次发货包装应该没问题的啊。车门打开。好。装好车，我们准备去送货了。妹妹睡着了吗？嗯，月睡着了。你过来了啊！现在开始卸货，老规矩，开始搬货。这个是红薯淀粉，见过呀？好、哦，就是红粉，红薯粉粉不是那种粉条。我知道，白色的。里面都是那个什么猕猴桃苗子哈。装车完了，回家。再见，伟哥。还是个冰糖的。红薯淀粉已经全部给大家发货了，大家注意查询一下快递啊，因为最近我们就是改了包装嘛，应该是不会像上次一样的会有这种破损的情况了。嗯，今年我们这个红薯淀粉比去年的单子还是多一些啊，买了我们红薯淀粉的老朋友特别多嘛。我们那个红薯淀粉已经卖了3年了，
反正大家吃过的都知应该很清楚啊，就是不掺假啊，真正的农产品还是比较受大家的欢迎的。嗯，你在家里听话吗？凳子放下来了。拿凳子干嘛？拿不起来是吧？放下来嘛，你要坐嘛，那坐下来，坐，来，坐，坐下。嗯。啊，爸爸给你拿个新的，这个刚才不要了，这个太脏了啊，我去给你拿一条哈，拿一根。